Jamie!杜瑞峰，我跟你讲过啊，今日咱同伊上楼梯，谁我讲你拢无听入耳啊？你竟然诱拐伊上，伊是我的查某囝呢，你根本就配袂起，你是超狗的哦！你利用伊的单纯，害爱着你，即马想哪？要报复我，要欺负我哟！你是糟糕过分的你！妈，不是，哥不是你喜欢的，也不是。你讲，你能安怎无？讲啊，你有对你安怎无？妈，你哪会讲这种话？你跟我斗嘴啥？我就是无相信这臭小囝，你真有话有劲无？你的出身有话歹无？你妈妈就是歹查某，你跟伊妈妈同款，心理无正常。因为伊要接近你，无好意，伊像一尾母狼在跟我叫，你知影无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刚才讲是真心相爱。什么是真心相爱？像这种人，根本就无真心啦！妈。